金把叫我做出嚟。唔係，我成日覺得裝乜嘢女啫，因為我覺得有啲女仔咧 ，even 去到四十歲，如果佢係好好開心 ，I'm single， 我有自己嘅事業，我好開心。如果嗰個啱嘅男仔到就到，真係好放鬆啦。你完全冇中女嘅味道嘅。我係好中意睇到女仔對自己係好有 passion， 俾心機去做下運動啦，注意自己健康飲食啦，會得閒研究下化妝啦，即係著衫嗰啲都會有啲自己嘅睇法嘅。style 啊，係啊，即係我覺得呢啲女仔係有光喺度嘅，我唔會覺得嗰啲係叫做中女咯。點樣談上？善良啦，即係心理好啦，識尊重人啦，即係真正嗰種嘅 gentleman， 唔係做出嚟啊幫你開門啦，我哋踎凳啦，錫屋企人，因為佢識錫屋企人咧，佢就會識錫你噶啦，仲有愛神啦，愛神亦都會識得點樣去愛你。我會好想對方係有才華啦，係其中一樣啦，我都好盼望對方係一個願意spend time 同我一齊嘅人嚟嘅。我覺得是兩個人越嚟越了解對方啦，同埋即係唔知係咪因為基督徒咧，即係成日覺得神有安排一個 destiny 俾我哋噶嘛。咁如果係伴侶咧，你係越嚟越幫到佢行喺佢嘅 destiny， 佢幫到你行你嘅 destiny。即係若然對方可以成就自己啊，你又可以成就對方，你同對方一齊有個感覺就係你。你會越嚟越覺得自己好啊，成就 yes， 你做緊一個越嚟越好嘅自己咯。我覺得婚姻即係覺得愛情係要經營咯，即係我以前我會覺得如果中途有啲咩事嘅話，咁我 OK 咯，因為大家都唔想嘅。信咗主之後，你會好坦白啊，即係可能我係異地戀啦，走咗十年。即係嗰個異地戀係，如果我唔講，佢真係唔會知嘅喎。一對情侶，佢唔對對方坦白咧，以後全部問題都會走出嚟。所以我係對對方係超級坦白。乜嘢咩嘢係高調同埋低調咧？高調即係好大排場啊，即係六十圍啊，跟住一百圍，跟住總之要全世界人面前話俾人聽，我嫁啦。咁另外一個可能係即係 close 啲咁屋企人啊，我都中意屋企人啊、朋友啊，即係我會覺得嗰日有一班人我好想見到佢哋個面嘅，即係同我經歷過某一段季節嘅朋友都好希望佢哋喺嗰度，見證住咯，都係低調嘅。其實咧我想我和 Grace 都在過往咁多年都經歷了某一種的感覺啊，那個感覺都挺攰嘅，就是好似硬係做不翻一個最原本的自己。其實一個很大的 point 咧，就是自己首先要 embrace 咗自己，即接受你的 way you are。接納。其實原來呢個世界很多人很想做翻自己嘅，即 just be yourself， do you， I do me， you do you。喜歡自己，接受自己，做回自己，你的真命天子就會出現，還有還覺得你很棒添啊。Yes， Grace 說得對，你要接受了自己，你要欣賞，懂得欣賞自己，你是很特別的，你是很唯一的，沒有人好像跟你一樣的。Amen。 那到你在別人面前真正去表達自己的時候，真的愛上你那個人，就真的愛你整個人，你是很感覺到安全感。